二胎开放，越来越多的宝妈生了二胎。一宝妈跟我说，头胎自己生的是女儿，生二胎压力很多。确实，虽然生男生女都一样，但是熬不过老一辈人的看法，所以女人生孩子真的不容易。如果换一下，头胎是儿子，生二胎的时候你们希望生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吧。看着有点无奈哈，不过不管二胎是什么，只要孩子学会了奋斗，自己能照顾好自己比什么都好呢。不知道作为宝爸宝妈的你，如果你们二胎还是儿子，你们会有什么看法呢？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